我是糖糖，我是九恩，我是上司老爸。我们今天来拍仙草创意料理。OK， 我们前几集都是拍水果，我们今天来点不一样的。仙草，这个有点难度哦。对啊，超难的，我已经想好久。我也想，因为这个我们有提前先想好。OK， 这个就是姐妹最喜欢吃的仙草 ，K 丸嫩仙草。发票寄过去了。OK。而且每次我们去，都去过。对，这个在全联买的。我们这次买了六条，而且它六条吧。它现在还有跟 BTA 一点。真的。我们家这边的全联。这个进货进比较少，然后昨天我跟妈咪去芦竹那间货超多，十几条，但是被我们抢了。我们直接买八条，直接买八条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仙草创意料理马上开始。Go。那彤彤，你想好你要做什么吗？想好了。很奇怪的东西，感觉就不好吃。我要拿蓬蓬的那个啊。我今天早上叫爸爸带我去买蝶豆花，颜色煮起来很梦幻。我们之前有拍过蝶豆花鸡爪，很可怕。然后想说拿去给邻居吃，没有人敢吃。好，蓝色的鸡爪，好恶心哦，超诡异。那妈咪呢？我今天的料理非常简单，我觉得我真的很聪明。我们家的牛奶冰淇淋都吃完了，后面有啊。那个不好吃，你不要再说。阿彤，里面加了什么？糖。OK， 那我来介绍我今天要做的料理。我准备了墨鱼面，还有蛤蜊，还有仙草，来做一道地狱深渊的意大利面。我要先用蛋，我要做蛋糕。那妈妈把它的冰淇淋跟仙草混在一起，然后我这个一定要选那种原味的牛奶冰淇淋。其实就是有一种概念，就是牛奶配仙草的概念。你这个就等于是牛奶仙草啊？对对对，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好不好 ？OK， 继续看下去。不要爬那么高啊！你要拿秤哦。嗯。那你刚刚要量就不先拿。我现在分离蛋。你现在在分离优格呢。有蛋白。蛋黄。在这边，它已经在。分钟，我就把它火喝，然后结冰。那接下来我就休息了。我刚刚已经加入果冻粉，就是糖水里面加果冻粉。接蛋白。哦，可以哦。现在我把我的蛋糕拿去烤了。几度？170，随心所欲是吧？对，随心所欲。好，那彤彤现在在煮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不懂它的说明书。就直接吃生蛋，人家肚子痛。我现在在煮我的墨鱼面，对啊，好吧，8分钟。这双手放在这里面是我妈的，还是有点潮湿的。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多久？放超久。2020年8月12日，哎，刚好是妈咪生日，4年前。我不想那个。我刚刚已经把我的材料煮过了，所以我现在倒进模具。我现在要做果冻。好，现在看到姐姐这边，还不错。哎，你怎么直接用手碰？好可怕！真的。OK， 8分钟到了。还是硬的吧。蛮硬的，我觉得在哇，好漂亮哦、喔！哦，我绷起来，这种不规则状的在面包店里面一个要卖80吧。我现在做蝶豆，有硬糖，可以的，3分钟了，因为我刚刚在44秒的时候就已经好吃，还不错，可以，刚好 Q 弹，可以，那这个要煮11分啊，就接面包也好了。哎，走开啊，我真的很烫哦。点下去，要冰块是不是？要冰块，这样才能保持它里面的 Q 弹。我现在来切一下我面包，看里面怎么样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。要熟。其实还不错哎。好甜。等一下你的材料就不够了。等一下你要做哎。嗯，我忘记了。我们还没做结尾就吃完。我的蝶豆花水煮好了。蓝色一体。哎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先集合一下。我们现在要进广告。那边我们学校下礼拜运动会，你可以帮我们买一箱水吗？好，没问题，现在马上就来买。用手机就可以买了。对啊，现在全联可是打箱购都免运的。你看，我买一箱水不到200块，就免运费了，超划算的啦。耶，谢谢爸比。爸
比卫生纸剩最后一包了，你可以去买吗？没问题，我直接买一箱。现在卫生纸又涨价，不用买到一箱吧？你看，我买这箱卫生纸搭配首购，马上现折200块，还帮你送到家，你说香不香？啊，香香香香香！耶、yeah, ，谢谢芭比。老公，我们家的厨房纸巾要用完了，你可以去买吗？啊，好了，你们要什么东西要买，全部交给我了。饮料、洗衣机，你哪是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们现在当我跑腿了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刚才不是说都交给你？啊、我刚好这样讲吗？有。哎呦，你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男生啊，那些东西那么大又那么重，我们怎么办？哼、嗯，还好我有秘密武器——全联格日达。当我们需要采购大量的日用品时，就可以把任务交给我们的好邻居全联格日达。像是卫生纸啊、饮用水啊、洗衣精啊这种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啊，如果你买单了就会很重。没关系，我们是在全联格日达买，买整箱的，通通免运，还帮你送到家。这样子我就不用采购的时候那边大爆汗了。全联格日达有丰富的产品类别，不管是食品饮料啊、日常清洁用品啊、家电厨房用品啊、美妆保健等各种商品都可以一次买到哦。现在全联格日达有首购7折超优惠，还可以搭配其他折价券使用，让你购物更划算哦。啊，如果你是直接买一箱的话，还通通免运费，让你不用搬上搬下，省时省力又方便。那我们在指定日消费满额啊，还有福利点数活动回馈哦，拿到了福利点数可以在全联门市直接折抵哦。使用全联格日达不只可以节省出门采购时间，配合优惠活动的话，还可以帮你省荷包哦，省时省力省荷包就用全联格日达。OK， 就是这样，那我们创意料理继续进行 ，Go。各位，那我先来处理一下这个蒜头好了。你妈为什么？好臭！哎、欸，好臭！好了，没关系啊，这个成年蒜头。放太久都没有蒜味，还是我要跟邻居借蒜头？我现在要做蝶豆花果冻。哇，神秘的颜色。我借到蒜头啦！哦，感谢感谢。平时就要跟邻居打好关系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这个不要了，这个放太久。你老大因为吃仙草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在偷吃仙草哎。妈咪的柠檬酱切是对的吗？上次我们地震，我看到有人在下面留言说。怎么切法？帮你。酱。直接切断，对，然后这个蛮硬的，然后再换，再这样切，这样不是一样，不是一样，有事吗？感谢邻居借我蒜头，我会把这些蒜头做成一道很好吃的料理，好不好？还是等一下问他要不要吃一份？可以啊，很有害怕。各位观众，蝶豆花加柠檬变紫色了，哇，变紫色哎，对，蓝色变紫色。酷啊！接下来我们要加入雪纺优格。哇，加这么高级？对啊，那么高级的。我现在要冰我的果冻。啊，我现在帮你调高一点，帮你调高一点。嗯。OK。这位小妞有在吃仙草？啊，我没有啊。对。我在做我的料理。对吗？你看我在乱加。你手要洗吗？我手。它吃起来好违和。哎、欸，你帮我冰啊，我要洗手。你先摸完才去洗手。不是应该先洗再摸吗？好了，我完成了，我料理叫做菲菲黑吉白。这边比较平。好敷衍的料理。我本来是想要把它夹在一起，然后结果我忘记这件事情，我把它吃掉。请问这位少女是在我的墨鱼面变成你的编织工具？那你等一下把我全部的面都编成这样子，我应该会加分。本来一份墨鱼面卖300。编成这样子的话，一份可以卖800。我现在在切奇异果丁。哇！我现在来脱模。对嘞。我要把这些漂亮的果冻倒进去。好了，我的料理完成了。我的料理叫做缤纷火山。可以哦。现在来烤一下吐司。OK。要烤牛肉没有？好，我现在要把我的吐司来切丁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听这个声音。脆感。对，脆感，没错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刚刚本来要做的料理不是这个，但是因为我的冰淇淋没办法解冻，然后我灵机一动，觉得这样子的感觉，吃起来感觉是差不多的。哦，对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没错。我要等你煮好，我再来清洁，还是可以的。我先煮啊。对啊，等你煮好，好不好？哎，各位，其实我料理非常简单，只是前面我都要等他们而已。我现在只要把意大利面炒熟。对。等一下，那这个蛤蜊要屠杀吗？不用要了，1到2个小时。全年卖的这个蛤蜊真是火的嘞，酷哦 ！OK， 各位，又经过2个小时，我们今天创意料理，把时间要拉得超长的，要拍了7个小时，很久哎、欸。这个人一直在偷吃面。
好吃材料。啊，所以各位如果有去全联买它这个真空蛤蜊的话，记得必须要先吐一下。姐姐的料理是。然后蒜头下去。OK。那你的料理？那你不是去看书？他说他不喜欢吃有凉菜的。我是在吐沙。今天的主题，先炒下去了。如果它没有融化就尴尬。我觉得不会融化。我这边要分享一个故事，就是我之前有想要自己做仙草，我就糖水煮好，然后把仙草切了，然后丢进去。我就那仙草嘞，仙草嘞，全部融化。这个是在菜市场买的那种仙草的话，它应该会化。哦。跟我想象不一样。它还是有添加，我们看一下它怎么。就是它不会融化而已。哒啦！你看我手捏蛋黄，我真的很厉害。OK， 各位，我的完成了。我的料理本来要叫做地狱深渊，但是加了一颗蛋黄，那就叫做地狱深渊的一道曙光。好，其实我原本要做大冰淇淋，但是冰淇淋失败，因为它的冰淇淋失败，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我自己想象它那个面包丁，然后再加这冰淇淋，其实口感也会一样。对啊，我们要去。那我这道叫做鲜鲜香气。OK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四道都完成了，准备来点外卖。我等一下快一点，因为我的这个会融化。我等一下快了。吃晚餐啦，我等一下快一点。OK， 我们今天仙草创意料理完成啦！今天绝对好吃。耶！今天只有我做咸的，然后你们三个都是甜点。我们先吃吃爸爸的。先吃我的，你们都是半套甜点。其实仙草真的很难，想要做咸。我要吃这个，我要把这个蛋黄送过来。你要录吗？这个没有，没对焦，直接吃。它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，很好吃哦，对啊，好好吃哦，你觉得不错哎，我还好，我想送你，蛤蜊好吃，对啊，蛤蜊超好吃，我说蛤蜊好吃，嗯，好好吃，用那种仙草冻 ，OK， 我这一道黑暗深渊里的一道曙光，三个月前分9.5、7.5、9，哇，算很高哎，好，接下来试试妈咪的鲜鲜香气，要点吐司吗？点吐司。好吃，好吃。我不知道乳酸怎么给我吃掉。嗯，我觉得你那煎炒变成碎冰，好好吃哦，有不一样的口感，那面包不错。你有发现我面包更干的用意了吧？嗯，就是要吸一副酱汁。对 ，OK， 妈咪的鲜鲜香气，三个一起给分，8、90，怎么可能赢我？27分。我觉得你这个好吃是好吃在煎炒碎碎的那个口感，真的、哦。你再蹭蹭蹭，你等一下摸一遍再重回鼻孔上分。对啊，刚刚喷出来。OK， 接下来这一道吃彤彤的缤纷火山吗？不会、啊。其实我觉得彤彤这个果冻做很厉害，真的超厉害的。我蛮强的。超轻盈系统。还有果酱。然后那个如果加错冰更好吃哦。嗯。那可以在冲绳卖。嗯。又来。冲绳你们买那杯饮料几千日币啊？1500日币吧。对啊。OK， 彤彤的缤纷火山，三二一，请给分几分？十。8.5，哇，很高哎！我本来要给你9分的，但是因为你那果冻真的太厉害。我们就要进入地狱。因为彤彤有想到用蝶豆花把它调色啊，对啊，而且他还知道用柠檬，然后去把它弄成不一样颜色，变成它有紫色跟蓝色。没想到彤彤今天本来是要买吉利丁，吉利丁比例没有调好的话，就水水，而且会有那个鱼皮味。吉利丁会有一个腥味。对，因为今天我跟彤彤去材料行，我们就看到说，果冻胶就可以了。不是果冻胶，果冻粉。接下来试吃橙橙的非黑即白。这个是什么东西 ？Yogurt。Yogurt。鲜放 Yogurt。Yogurt 加鲜草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好难吃哦。谢谢可能要再继续一下。好难吃哦！我可以给0分。这三个东西分开吃，我会全部给10分。三个加在一起就0分。好可怕哦！你怎么不会想说用果酱去调和它呢？对哦，用果酱。对啊，你看把又把吃掉，然后后面再吃煎炒。不是啊，煎炒煎炒。我你，哈哈，不要搬到我桌上啊！我吃你这个，我吃到，然后吃在这了。前一天晚上就说，明天早上我们要去看狐獴和狐獴，然后今天然后又说我要先把仙草吃掉，后面再吃仙草。是因为你写这个料理会影响我的脑神经，它已经破坏我的脑神经了。我发明出了可以影响人类脑神经的东西了。橙橙的非黑即白，三个星给分，6.5，6，
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三个给成的分数差不多了，所以可以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可以证明一件事情，这个是真的。可以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是真的难吃，真的难吃，真的难吃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仙草创意料理分数出来了，今天的冠军是彤彤。耶！好了，就这样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仙草创意料理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哎，还没做结尾，谁要做结尾？你们做结尾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也没有做结尾，爸爸记得帮我们分享的妞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快速结尾。